重头戏马上来了。你看我们方芳芳小姐换衣服就知道事情很严重了、啊、对，因为要迎接一位巨星，军人的女儿、哎、各位长官的妹妹，各位这些士兵们的大姐姐，又从、哎、她从海外回来了。是是，这是我们华视啊，真是动员的兵力也不知道多少，筹划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，光邀请这位今天的主秀就一年前先定好的。的确，这么壮观的一个场面、哎、主要就是为了欢迎他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邓丽君。是他，哎呀，谢谢。他看到我就好像看他哥哥一样，这样的。我吓一跳，哎呀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是啊是啊，穿军装好像跟往常不一样了，好看多了，帅好多哎！真的吗？那我就一辈子穿军装好了，不能脱下来了。哎，这个邓丽君小姐呢，在去年我们这个清泉岗基地的时候呢，也是穿了一副这个红色的旗袍。他好像就比较喜欢中国式传统的服装啊，对，而且这个桃红色呢，一直他是这个幸运色，是吗？对，而且这次呢，这个回来这个做这个烙军的活动，而且带了专属的乐团。哎呦，这个乐团是来自日本的，不过每次我们邓丽君小姐出来表演的，一定是带她合作最愉快的一个啊 partner 出来表演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所有学生朋友们呢、啊，又是庆祝黄埔军校建军七十周年，所以邓丽君呢，义不容辞。啊，一年前跟预约现在就来了。对，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呢，这个情绪都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兴奋。各位，赶快跟他问候一下吧、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们，大家好。这次呢，很高兴的又能够再回到陆军官校，而且正好是我们黄埔军校建军七十周年，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念日，很光荣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在一起。我想在这儿呢，我先向每一位，当然现场的弟兄们，还有在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位军中的弟兄们，我在这给您敬个礼。盛情可感，刚刚您介绍她呢，是我们这个等于军人的女儿一样啊，永远呢，你看看在国际地位呢，邓丽君是崇高无上的。也很少做商业性的表演，但是每次回来的义务性的表演，那真是呢，它比做商务性的表演还愉快。所以我想很多年轻朋友呢，如果你赶快投考这个三军官兵学校呢，你就有机会看到亲眼看到邓丽君了，因为邓丽君只做烙军，其他商业行为从来不做的。